非要跟着出来，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但跟着东奔西跑送外卖多辛苦呀。谁舍不得你？我只是想看能不能遇到橘子。我这里面真的有人住吗？不会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点了外卖吧？橘子应该不会在这里。是外卖吗？等老半天了。是人。边有洞天呀、扫了一天货，躺在 Paris 进口按摩水疗浴缸里放松下。外卖来了吗？等人派米兰时装周下午茶呢，赶紧摆上别弄坏了，你这种土鳖可赔不起。米兰时装周太赞了，不知道买哪件好，干脆全买了再来个 lunch。 宝格丽酒店还是气不了点，希尔顿勉勉强强，30万一张的床垫勉强能睡。我们这边快完了，你快点，后面还有酒波姐妹要拍呢。记得今天租别墅衣服点外卖的费用每人30块。这些人，小猫，你这是啊？你拿我的号子直播？哇，挣了好多粉！敢在我这种真总裁面前装名媛，给你曝光！直播，我的天啊！